你以后要咬我之前啊，你先跟我说一声。杀了我吧，不想变成没有意识的异人。现在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，一定还会有办法的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可以保持理智。你要相信我，能够帮你找到解药。 我有什么解药？你看那些蚁人，到最后变得好丑。我不要那样。杀了我吧！ 你现在还会伤心，还会难过。 你跟那些艺人都不一样，你意志力强，不会轻易被什么样的。你在我心里一直都超级厉害。江湖没有女侠，你是第一个。江湖上也没有女子对男子负责的说法，可是你却做到了。你可是一家之主啊！ 你要赚钱养家呢，啊！我要去寻找破解之法了。你要做的就是，一定要保持清醒，会没事的，啊！